该是你妈的孩子呀。哎呦，这个我还真没看到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弄丢的你，太想再谈恋爱去了。那你觉得他俩主演？可以可以，这次不会说他俩是没有的东西。有用有用，嗅到了一丝商机。小雨哥哥，他是最特别的，那我是什么？球球，我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问我。敢给你买的 iPhone 五，你就要五 S。这该是你妈的孩子呀！敢别人有的 iPhone 六，你又要不大修。你是你爸妈的好孩子。没有感受到带球的人气是不是？感受到了，感受到了。我是呆萌的。那小球怎么办？怎么可以这么独爱一人？没办法，我就是喜欢就是小。告诉小球，冲你叫。今天你也不是第一个这么跟我说的，是吗？但是我是真爱粉，他们都可以给我作证，我是真爱粉。今天也不是第一个这么跟我说的，各位媒体同事们，让我到底下次该怎么办？